妻子的浪漫旅行二中，张嘉倪买超带儿子一起约会。照片中，张嘉倪和儿子一起蹲在栅栏前看小羊，专注认真，呆萌可爱。张嘉倪抱着儿子喂小羊，买超拿着食物静静站在身后，一家三口温馨又不失甜蜜。张嘉倪夫妻俩还携手挑战各种娱乐设施，两人形影不离，幸福感十足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